OK， 实力抽空。就是我能赢不就行了吗？我包赢他的。那你口气不能太大的，哥们儿，我这英雄也很强的，懂吗？嗯，好，行。我这英雄对线很厉害的，懂吗？可能 K 头可能 K 不过你。姐刚刚说啥？我刚刚听见你姐说话了，我没。K 头 K 不过的。我说你难陪啊，我能 K 过你就行了。一到我面前就消失了。这声音一点也不好听。卡牌带疾走加点燃带电刑。可以，好听的男孩子声音太多了。你去帮你那个这个艾克宰打野。来把探险加吧，探险一下。嗯，我看你怎么探险的。这位没玩男刀砍杀丁呀？一泽好拿头吗？一泽打卡牌随便打的。OK， 期待你的表现，好吧？别让我失望，我有一段时间没和我女儿，不知道你中间受了其他女人的折磨没？啊？怎么会呢？会不会变菜？我看一看。一般姐姐都对我挺好的。我不晓得，但是之前有一个好像对你不是很好，我记得那会儿刚认识的时候。啊？看在这个。哎呀，难受，这没杀掉啊，怎么办呀？我好急呀、啊！这卡牌大师的走位有点好的，讲道理。是的，一血可以额外送一个。哎呦，还好他跑掉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还是等你拿了一血之后我再说。你这男陪，机会抓不到呀！可惜了，你这男陪。他的走位我有点捉摸不透了，他的走位。哎呦，难受。这么好的机会放走了，我知道你仁慈心犯了，兄弟，喂，没必要。咋了？难受了？好机会放走了，这他妈有点可惜了。可惜了，我也差点一血了，差点一血了，没事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下一波拿回来吧，没有后悔药。他没有双招了，下一波我也闪现，有机会可以单杀的，一血还没爆发，机会很大。感觉他不会去上路拿人头了吧？嗯，好像是要去。一血不会让他拿了吧？肯定不能啊！好、哦，漂亮。一血已经没有了。一血没了。一血没了，那也还好。呜呼！他上去蹭那个头了。呜呼！挺可惜，还好一血没有了。薄荷，你玩人头局玩的多吗？还可以吧，我一般工作忙，空下来的时候就会玩。哦，那你玩过哪些啊？就是这种打人头的，就是陪玩与陪玩之间打人头的。我其他的也不怎么玩，我就是怕自己笨啊，会影响到陪玩什么的。有时候有些陪玩跟着我也比较吃累，你知道吗？呜呼！还有别的呜呼！又拿头了！呜呼！起飞！兄弟，你只在冰姐这个群里玩吗？是的，朋友介绍的，他这圈还挺好的，男朋友还都挺厉害，我还没踩过什么大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哥们儿，我两个了，喂。哎呦，刚哥们这种艾克玩的有点厉害呀、啊，讲道理。怎么了？你有小情绪了呀？你这么厉害的话，你这么厉害，谁能赢得过你呀、啊？哎呀，知道就行，没事。嫉妒了吗？这是啊。没有，这边加油吧。那前面艾克容易拿的，他刺客呀，主要是显不去吧，显不去吧。姐放心，这是实力说话，好吧？实力说话呗。又放心了？不放心，唯唯诺诺，怎么办啊？不说实话，开始就说冰冰群里老是有猛男，下次得试试。旭飞你不在的时候，你没空的时候，我得试试别人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在了，我还不能试试别人，只能跟你玩，咋啦？我每天都在，我每天都在。我们只是网友，你占有欲别这么强啊，徐斌，你越界了，怎么对姐姐占有欲这么强？这对面卡牌怎么也来了？我没打野，我没中单，搁这睡着了呀。卡牌去哪了呀？下了吗？那我去上了、啊。下路有四个人，哎呀，这个武器大师啥情况？看哪里能拿到头你就去吧。好好好。看你能哪里能拿到头。他下路可能要。薄荷，你觉得你那个拳好玩吗？
还可以吧，人都比较有意思。我老是碰到那种很怪怪的人，知道吧？我跟旭贝遇到过好几次那种有点奇怪的人。K 头怪，武器大师，我操！好 K 呀 ！K 头怪，没事，他在下路也死了，死了是吧？他在下路也死了。哎呀，攻速也没拿到，他这波什么也没赚的，他自己也没刷。嗯，我刷了。天狼把很多玩的很脏呀。啊 ，K 头怪，我不知道哎，我遇到的人都还好，没有特别夸张的，有夸张的，但是后面再也没玩过了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他身份太低了，权力又小之类的。什么权力又小？没懂这是什么？听起来我是在犯。谁权力小？老板呀，你们那边老板很多身份都太低了，我感觉这个群好多都玩的有点脏啊，身份太低了又想，你看你跟男陪说话的时候，你男陪对老板一点都不客气啊。没有啊，我对我老板挺客气的，从不顶嘴。我你的语气我是没看出来，从不顶嘴。你看我男陪怎么跟我说话的。看到了呀，你男陪没跟你说话，一直在跟我说话。我男陪一直在维护、嗯、不是吧，我在努力的给我老板赢钱，你在干嘛呀兄弟啊？我在干嘛、啊、我在，你在睡觉？我在打中单呢，我在打游戏啊。哦，我在努力给我老板赢人头啊，我真是服了。你等会儿可以，等你有装备可以来下路捡，他下路两个都很脆的。 OK， 我知道。什么你知道，我在跟旭飞讲话，连你、哎、没事，老板的声音都分不清啊。嗯，还好这个钟都被你压的，被你压40刀了。坏了，来抓你了。是呀，坏了，我操，下手我有点残忍了，对面。哎呀，下手有点残忍、啊、对面下手有点残忍。急了呀，死一次，哎呀，可能要不是人家残忍吧。急了呀，兄弟！不急啊！哪里看出他急了？急啥呀？找找自身问题。这游戏刚开始。耶、yeah. 啊！好 K 啊，兄弟！可以，好拿，好拿这个头。捡还行，还行，这一波预判还是可以的，顶级预判。这个这卡牌玩不了游戏的，感觉被你压很多了。我感觉攻速有点慢，我没有 K 啊、嗯、我这一波叫做支援一手大招，哥们儿。耶，他好像在下路死了。那我包死不了的。他包死不了的，这怎么死呀？可惜了，他死了能拖好久啊，这个时间。谁在回家？他没六级啊，他怎么还没六级？任艾克还没六级。你中路、啊、这卡牌走位太好了、哎，这卡牌。对啊，我感能打残，但是杀不了啊，好可惜、啊。太怂了。薄荷，你这个男陪感觉手脚不干净的，有点恶心人啊。怎么了？我又咋了？他咋恶心人了？我又咋了？哎呦、上路也不见了，上路也不打信号的。上路不见了，为什么要给你打信号呀？那肯定要打信号呀，都、啊、要给你打信号，都是队友，怎么不能打信号呢？俗话说的。那人家去回城了，不知道吧？三个对面回城了也不知道呀，他直接过去了、这个。他们家这个人到处飞拿人头啊。嗯，这上路到处飞。还好你现在还领先一个。我怕你被抓啊，他们这个组合抓人有点。那简单帮我插一个针眼不？就是河道。可以，我回家给你买，你等我一下。对对。嗯、我身上有四个眼，我回去给你周边插完。插个针眼。嗯，好。这么能走位啊？这么能走位啊？哎，他波波差一点点，好那个，好恶心，哎 ，nice， 好伤。厉害，可以。呜呼！卡牌被你压的打不了游戏，他就到处游啊。做得好。呜呼，举一杯。哎呀，还有大，我操！你这个恐惧。太贱了，这个人马。哎呀，太可能说 AD 还是太脆了，嗯。没办法。死了呀。是的。这老抓人呢。忘记买针眼，坏。
没事，他姐今天手感有点不太行，手感不太好的话玩这种射手感觉怪怪的。第一把手冷了，是吧？不是手感不太好，手感有点差了。哎呀，手感有点挺有点有点差。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找借口。好，他好像这口不能，他捡不到，他要死了。他也拿不到。是的。我来了。等会儿我来跟着你吧。哎、okay, 啊 ，nice 好杀，这个 Q 中了，在 nice， 你平时伤害这么高吗？啊，三项，我三项加上一个，呜呼，强攻，强攻，这波好，这波可以，哎我他也捡到一个头。没事，我这一波两个头还可以、啊嗯。是的，甜甜落后，下路还是怎么没有看到？怎么没有看到你对面男陪的投标呢？投标是啥意思？投标是啥？你我给我科普一下，我也不懂。投标是啥？杀人的时候不是有个投标吗？我杀六个了，我杀六个了。杀了谁？卡牌品吗？哎呀，啊，他又抢了一个。哎呀。怎么老看不到呀？哎呀，完了，杀不掉，走位，有点离谱的。这卡牌每次都被你打残，然后杀不掉，就很可惜。这卡牌每次差一点血，很奇怪。哎呀，软妹的，软妹的，卡牌他妈的每次伤害就差一点。回家年龄到了，帕金森了吧 ？CD 血，然后买一个。来、哎、赌啊！帕金森最后一滴血杀。收集者要出吗？北叔吧。收集者应该不用出吧？他要去，他去峡谷找西北风。人头我们暂时是持平的，不要慌。中路好杀，我看旁边有没有机会等等。这个手感有点差了，想去杀那个人了。你看看这卡牌，带疾走，我就没看懂他带疾走是什么打法。来了来了，可以 ，nice， 好看，牛逼！哦，看，想给你奶的，可以，牛逼 ，nice， 那个人能 K 吗？哎呦，这个哎呀，还想 K 啊，兄弟。还行吗、啊、三杀好拿 OK， 这人头可以，这波拿了个小三杀领先他两个人，干得好，找那个泽还行啊。游走去了，游吧，我看看泽利会不会走，他没走，我来了，刚好我堵他，我来了 OK， 等你我这里没有那个，他可以翻爆裂果实，让他翻，他去送塔。哎，呜呼呜起飞，他怎么往那边跑了，谁的怪了，他书叠起来了呀，他往那边跑了，我这一波已经第一时间来了，没办法。我去找那个人嘛，我给他送，不然他不值钱。还是你腿跑得快呀。我去找一下那个人，看仔仔。好，别了，回家。九级打十级吗？这他妈打不过你吗？我不好，我想。再给他。这人马打不过他吗？那你看到没？打不过他。奇怪。看我男陪就是打的不错吧？有点奇怪的。从别的群里挖过来的。啊，这男陪玩是从别的群里挖过来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对呀，他不一样啊，又厉害，说话好听，让他狗叫就狗叫，狗叫一个，狗叫吗？狗叫，哎我，他没，哈哈哈哈哈，公平的态度嘛，你看，从来都没有找过借口，那我不行了，我赚的是技术钱，我赚的不是这种那个狗叫的钱。哦，你确定是从别的群挖过来的，不是从别的马戏团请过来的？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。咋可能是从马戏团啊？肯定是群里面挖过来的，他打的比你厉害多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叫马戏团？还好吧，啊、旭飞不是领先他一个，也还好吧。旭飞玩的还是 AD， 他玩的是刺客。领先一个，你等一等，你着急了。我没着急，我感觉你有点急。我只怕是帅。
确实是领先一个。相信你的实力。来一口，来一口。阿三仔加油！可以，可以。呜、哦，能杀吗？这个？杀不了。能奶一口不？能，我在等他上来，想骗一下他技能。他不交易，我怕杀不了。毙了、哎！你看我某某某，你看我这伤害、啊，他 boss 的，我两下。青雨加提奥，人马过来了，奶一口。我有点不太想让他越，是不是？没事，咱俩在的话，对面人马应该打不过咱俩的嘛，我觉得。嗯、他不敢，人马才几级？人马是哦，人马也有装备的。啊，没到。啊，这个，哦，他死了。哦，卡牌应该打。说什么呢？打他有杀人术、啊，这好烦啊。姐不用烦呢，他这个捡人头太猛了啊！捡人头这种话都能说出来呀？啊，这不是着急了，这是啥呀？捡人头都来了，下次我可以换一个。你这男，你对我恶意这么大吗？我只是说去捡人头，你不也是我男陪捡人头，没必要吧？他是包捡的呀，但我这是确实是我没有包捡啊。你那个英雄拉三环就能杀一个，捡人头也不过分。飞毒假毒啊，这都是实力呀、啊！过分，你这男陪一直在教你做事啊！姐每次都差点伤害，可惜了。是的呀。哎呦，又是差那么一点，这怎么办呀？差点伤害。你看你男陪，我说话还在插嘴。啥时候插你嘴呢？他在跟我讲话，那什么时候插你嘴？我在跟你讲话，他在插嘴。我的天哪！你是老板，你要拿出姿势来啊！他对我态度挺好的。呜呼，起飞！呜呼，杀不到人！呜呼呼呼呼！你怎么老叫呢？杀不到，急了！你怎么老叫呀？杀不到，杀不到！人家叫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起飞！你杀人了，你也可以叫呀。人家叫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来，我姐，他死了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变形啊，这好难受。姐，可惜了，坏了，可惜了。舅舅，哎，他死了。啊！哦，那个没。他伤害差一点啊，这个真难受死了，我要心肌梗了。哦，哎，可以，这个他伤了，我真是服了。每次都差点伤害啊。是的呀，你没补回家补过装备吗？没时间补。现在回家补装备了。小小买个青云。回家补装备了。哎，小小买，你大买都没事，买特买。你找那货郎，你跟他商量一下。你说买青云吗？怎么买了个冰晶？买一个青云，你说你找他商量一下，你说便宜点卖给我。喂，啥东西就卖给你？没听见。你让他能把装备便宜点卖给他。哎呦，这个人有机会拿吗？可以的。嗯，也走位，好走位，真羡慕这卡牌。没事，我奶你。哎呦，他那个意识，起飞！妈呀，恐怖！怎么了？给他抢了。可惜了。哎呦，又是我 K 的了啊！人马要过来，看有没有机会，他可能杀我，可能杀我。哎，nice，可以。哦呦，艾克伤害他留着三环在那抢。他留了个E，泽利那个人头拿不到。他这是什么？他怎么老叫呢？能不能这位仁兄？我赢不了，赢不了。不是这位仁兄，能停止你的鸭叫不？你急了，你打不过，你打不过，你就搁那鸭叫。你别鸭叫了，行不行？你还叫不过来了吧？不会吧，这人头是我的。你咋这么难抢呢？怎么啦？你有小情绪了？你有小情绪了？好吧，你有实力吗？你有实力吗？你的实力在哪里？让我看一看。八百套。OK，Nice。好拿。超神了呀！兵兵兵吧，
闭了，回家了。这个拉克斯，这拉克斯止血吗？不止血，我给大家搞一个。哦，他 Q 空了 ，nice 啊！哎呀，他怎么推推棒捡啊？他这个推推棒有点烦呢。这蓝斯波真是推推棒捡的，气坏了。哎呀，没小 K 呀！啊，三环大。哎呦，姐，这艾克这英雄太烦了，我也得练一练，我得玩一玩了。你打的菜，你不要说人家英雄问题好吧？嗯，怎么了？啊，得玩玩了，落后了吧？难受。我都说了，开局是不是给你说了？打的有点满头大汗了，真的。有一点汗流浃背了呀，有点汗流浃背了。你这玩的，你这玩太强了。薄荷，薄荷，我玩的群很多啊。我这男陪，你看见过最有礼貌的，上来都打招呼。你说那个冰冰的群的男陪都这样呀？男老板的实力还至高无上，真是。哎呀，我也打招呼了呀！你进来我不就打招呼了吗？啊！你打什么招呼了呀？啊！人家上来，你看都给你打招呼了，你现在还这么说，早知道不给你打招呼了，真的。你是主动的吗？啊，还得主动吗？我说你了，你才打的招呼吧？哎呦，又杀了！其实我好像不在意。其实我没有义务跟你打招呼，好吗？你对啊，他又不是你点的，你也是老板呀，你怎么没有义务呢？你是老板，但是你是这个对面的陪玩的老板，你不是我老板。对面陪玩的老板就不是老板了呀。你朋友的朋友，你朋友的朋友，你不打招呼啊，当人家不存在呀。那不给你打了吗？没打吗？招呼不是打了吗？你一开始哪打了吗？你看打了还要说一下的，真的。后面补上了呀，不是？你还在这顶上嘴了，真的是冰姐群里的狗就是管薄荷姐，你看你看你朋友老攻击我，你群里人老攻击我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人挺奇怪的，我觉得不是、啊、他又不是你点的男陪啊，你就让他也跟你打招呼就算了呗，别一直说他呗，就他现在还没有你男陪杀很多，你让他先追追头呗，别影响他情绪好吗？嗯，我是救呢还是补了？那是可以。坏了，就没了。还差三个，哎，这个没摸到。哎呦 ，nice！ 哇，可惜了。哎呦，忘记给大了。坏了。我的，忘记给大了。没事，还差两个头呗。我来一个。还差两个头追上来了。还差两个头，我看一下买个什么。这个，哎呀，这艾克要死一下就好了。他有书啊，他有书，伤害太高了。魔法伤害。对啊，我买个收集者吧，收集者来一个吧。你少说两句话吧，就你话最多了。观摩一下他的操作。哎呦，他纯靠伤害的呀，这个都已经不需要操作了。还好啊，这个大被这个大我伤完了呀，我真是啊，我吐了。哎，可以，刚好这个时间他吐了，你给我咽回去。OK 啊，我出个收集者，哎、呀他都出腰了脸了呀。姐，还有三个头，能追的，能追的。对，咱还是紧追。哎，可以，他死了 ，nice， 好硬。能追的，不是说追不了。两个 ，nice， 好伤、啊，人马在河道，看到了吗？是想追我 啊？你想追我？你做梦呢，兄弟！还差一个，姐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呦！哎呦，他杀完了，他好猛啊！没事。你来的太慢了。要小心一点，你16级，他14级，还可以的。就剩你。哎呀！别走位了，快走啊！行呀！哎呦 ，nice。能刷吗？哎，差一点点刷掉了。烤鸡。哎 ，Q 一下。Nice， 好大。这波这个小连招有点小丝滑呀，反超了。嗯，反超了啊。可以，一下子给我鼻子都干通了，这一套看的我流鼻涕了。嗯，还好。这
小操作，几天不玩还是有点相当爽。帅的帅的，他仔你懂的。我知道，我爸懂的。扛着塔嘞。我也不打，你不打我也不打呗，你不打，咱就不打呗。对呀、啊，你那我回家出收集者了呗。啊，你俩还撅上了。姐，我拿个蓝啊。能给他打的呀？拿个蓝 buff。你拿，我给你拿。算了，我还去杀人去了。有人头，有人头，有人头。我来打。打好好 K 头。哎呦，这个没，哎，卡牌来了。我去给他，我去给他，看他会不会回头打我。哎，好拿，这个头好拿。哎，我死了。哎，他要死了，他这个状态。你要小心点血量。哦 ，nice， 好杀。西北可以啊，还挺帅的，一下子反超四个了。姐还行。还行还行，还可以啊，手越打越热了呀。好好好，嗯，行。川仔，你好好拿人头啊，好好服务、啊。我在拿。OK。给南北一个榜样啊。他包不赢我的。行，那你给他做做榜样。行，我今天我给他来个教育。还做榜样呢，先追一下。哎 ，Legendary。可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啊！没恐惧了，我给你奶了，但是啊，boss 的，回家买个收集者，哎呀，其实想买个冰心的，想到了。你感觉可以做点肉？我看做点肉会好一点。我游戏理解没你，他这波会不会死？我应该我把鞋卖了，我把鞋卖了。但是他也死了、哦、还行。哎呦，他死了，太好了，他树叶掉了。哎，他现在死要好久啊，他现在等会我们可以打那个他不在的时间差。他死了复活得一分钟吧，应该我马上复活。但是你等级比他高啊。嗯，我是八级嘛。嗯，哎呀，这好难受。你等级比他高，你等会儿，哎呦，我怕你不小心死一次他又在你收集者没有用吗？收集者我要跟好着你，我不能让你死了。试一下呗，收集者没用，等一下我换成巫妖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明白我怎么能输。哎呦，开始出肉了呀，兄弟啊！他神装、啊、肯定得出肉啊！对面人马追着你打。我都神装了，我都神装半天了啊！对面人马追着你打，我不出肉。他说他神装半天了，他骗你的，徐飞，他刚才没有神装，嘴好硬啊。看一下他人嘞，不会他们去打龙了吧？哎，泽利在上路，我要去找人，去找人。没事，我应该不熟，那我就推塔喽。好，推塔我们就赢了。你们确定不熟吗？我们推塔我们就赢了。捡男网。哦，又拿一个，不好意思。奶就行了，捡男网。帅，这两个都可以杀，这两个都可以杀。跑太快了。川仔，等一下，川仔。哦，你们是想就这么输掉了吗？你们还没有领先呀、啊。川仔去 K。哦 ，nice， 好杀。没抢到。好。后面有个卡牌。后面。别退了，还有点少，我想，能不能看到，能不能到六十个是吧？哎呀！这个可以杀，杀了。Nice！ 川仔，快去抢，去抢，快去抢、那个！我再 K， 我随便 K 他的头。可惜了。他想 K 你的头。他，你怎么不来帮你的川仔呀？你玩个猫不是最好挂在艾克身上的吗？你怎么不来帮他呀？啊，我死了！哎呀！别堵着泉水吧，我感觉堵着泉水杀他们。姐，我们领先不推吗？可以推，但是只领先一个又不太好吧。哦，我其实想多要两个。你 K
给他们送一个，要不你看你给他们送一个吧。可以杀了，好杀。哦，你这个 Q 都没死啊。nice 牛逼，没办法，只能换了，三个了，领先三个了，没办法，这一波的话不换的话我也死了，出个巫妖85点法强，出巫妖没啥用的。他想，哎，他也在泉水滥杀吗？他又杀两个。啊！他过来，快过来，离我！推塔呀，哥们儿，推塔，赶紧的！我凭什么推呀、啊？我凭什么推呀、啊？你急什么呀？啊！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你为什么要急呀、啊？哦，他好像要杀了。但是矮人头比有点紧啊，感觉推塔赢了一次，赢一个人头。我想要翻倍的。提线吧，他这个英雄有点太能杀了，感觉他把我枪给他半点。33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坏？别急，没事姐。那就没东西换了，那只能出这个装备了。凶他，凶他，凶他！领太大，领太大。艾克加猫嘛，这么变态的组合。嗯，他搞他。以前能奶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变态，那时候能加法法强的。对啊，我赢了啊！他赢了，他赢了。哎，这好难受，刚才我五杀。怎么又拿、啊、兄弟，搁泉水睡觉呢，兄弟啊，泉水睡觉是吧？你怎么又拿一个五杀呢？啊、我叫你喜欢睡。我怎么一死你就拿五杀呢、啊？你说话呀，喜欢睡，我真是服了啊！喜欢睡睡觉，这才叫真正的点啊！你叫你叫什么叫呀？啊，你叫我老板说话，你搁这叫起来了是吧？对面的女老板，啊、你要说会说话呢，你就咱就正常交流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还喜欢人身攻击啊？啊，没礼貌了吧？没礼貌吗？你听不懂吗？哎，我这个人就那样，尊重是相互的。你要尊重我呢，我就尊重你；你要不尊重我呢，你别高低我也骂骂你，好吧？怎么了？你有情绪了？啊，说你两句，你又有情绪了？啊，你说你两句，你就有情绪了是吧？哎呀，啊，兄弟，那个小川呢？小川没跟你互动，你就别说话了。我在跟你老板互动呢，好吧？哎呀，你闭嘴吧！我一个老板想干嘛就干嘛，谁他妈给你的勇气？你干嘛干嘛，归你的呗！你干嘛？你为什么嘴巴还喜欢他妈的骂别人呢？啊，嘴贱呀！谁骂你？我愿意怎么了？你愿意是吧？你愿意的话，你嘴把嘴闭上啊！你别只会叫了好吧？怎么不咬人呢？他又不是狗，他为什么要咬人？给你一把，你还装上了你这。你去帮你的男陪开野啊，狂给你打信号。你是被我说中了吧？输了玩不起了是不是？不想听你可以滚蛋。我凭什么滚呢？他得哄着你了吗？我凭什么滚啊？你咋不滚呢？真服了。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，你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听就走。老子是消费者，消费者是上帝，懂不懂啊？你消费我了吗？想到你，你给我花了一分钱吗？你消费者啊，偷换概念是吧？我都不懂了，不是我点的续杯吗？你就不要一直拿它开涮了行不行啊？嗯，等会我喝口水。没有老子约你老板，你哪的单子啊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？哎呀，有意思。你想想你单子是怎么来的，傻皮！你我约的你老板，你才来的单子好吗？别搞笑了啊！姐拿头了。你很高高在上，可以。哦，你约我老板打人头局，然后我老板点我还得感谢一下你呗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你约我照样有单子，好吧？还玩不起，这么菜还玩不起，普信这么菜啊？菜不是你说的算，菜，你说的算吗？你这多明显呀！你不菜还算什么呀？还给你装上了。就是仓仔，你快点杀，让他们把。把嘴巴闭上，别不拿头了，姐，我拿头了。我看到了，你还跟那个嘴上了，可惜了啊，拿了个头。但这个医学还是你的，我们可以多拿一个。
看到啊，没事，拿了个头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，怎么玩游戏了？我记得塞拉斯是不好打鸭子。好打的，随便打。拿实力把他嘴堵上。随便打的，不用慌的。嗯。因为我不怎么会打亚索，我拿法师我都很怕亚索，我觉得那个英雄太烦了，太恶心。这一把电刑肯定要带的，因为打亚索带黑天收割对线可能不一定打得过的。我带电刑换血好换一点。因为他上路好像要拿人头了，看一眼，我好像打不过他，打不过剑圣。哎呀，他打不过剑圣的往哪里跑了、哎、呀？你男朋友好有实力啊，怎么还跑路了？怎么了？啊！让他等上单过来。嗯、哦。怎么了？上路怎么不拿这个头 啊, 啊？好可惜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让他 K 到了。看到了姐，没事没事。头了。嗯。中 miss 了，中路不见了。没事，你等会儿，我下路的头你可以来。好的。哎呀，两个了，真对不起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。两个，我两个头了哟，我两个溜，我两个溜，两个溜。看看你们几个。姐，我来下了。看看下路没机会。嗯，他下路逼了，下路逼了。对呗，我说实话，你上一把输了，对面确实是一灾难，恶心人，人头局都这样，输一局是还可以，要是一直输的话，说实话，我不想被嘲讽，一直输杰可要换人的。好呀。他有点恶心我了。嗯。能理解的，老板，咱们反正就是正常的，只要打得不好，你到时候直接换我没关系的，好吧？没有，给你上的压力不是。给你压力也要有，正常。他说话有点恶心啊。我今天帮你老板给你换了，兄弟。正常。真的。正常，我知道，我肯定是在正常。对你换人的话，最好不要再换冰姐群里的了。咋了？换你们那群了呀？啊？那你也可以看到我这群里面实力啊。溜了。回家一下。咳咳溜了啊！又回家睡觉去了，啊！眼泪，人不想着他，又回家睡觉去了。他拜拜。老板也不是做慈善，算了，打得不好就这样。但是上一把确实，但是上一把我打得还可以。哎呦，他是 A P 石头人。正常的兄弟们。好，拜拜。正常的。睡觉觉。没事，等会儿我感觉你拖他大也很痛。得涨单价了，下次涨单价了。涨个80-100。80-100一局游戏，他想捡起来了，一个头两个，不然那30块钱太憋屈了，真的价格太低了。还领先一个，不至于啊。涨点价格，又不至于了。等会我领先多了，你慢点杀，求求了。薄荷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得给你男陪打打气呀、啊，打打气给他。行，西飞哥加油，西飞哥加油加油！这个亚索感觉包吃，你看包吃吧。随便杀的。好了，哎呀，打打气，你太温柔了。好嘞、哎。哦，行，旭宝给我杀！他说我太温柔了，旭宝给我杀。老板呀，打赢了给你发黑丝，旭宝杀。我来下了。你不知道谁是老板呀？满意了吧？哎，可以，这两个头人都能拿 ，nice， 好接。哎呀，开始追我了吗？啊，想追我？哼，没门，可以 ，nice， 700，两个，700，轻轻松松，直线反超，多用点。是的，我拿再多头，我也是工具人呢，还不如涨点价格，咱们反正也是打工赚钱呢。你理解就行，因为打人头嘛，正常。这种程度还不够呢，涨个100-100，反超了，100块钱一把。我说实话，刚才我说那话我都挺不好意思的，咱俩认识挺久的了，就100-100。上一把也反超了，那最后什么？上一把我都说了，我跟你讲，上一把真的是我的问题。上一把我说实话是我自己有点恶心了。跟你没关系。某些人找自己的原因呀、啊。康丽姐不要急，他指啥赢我真是不知道。哎呀，
不要着急、啊。人头不领先你的吗？人头没领先你吗？你暂时，你领先，你领先啊！对对对，你领先。是领先了呀，有问题吗？啊，你领先，对对对，你又领先起来了啊！领先啊！啊，你又领，好好好，你又给你领先起来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 ，OK。没问题啊，没领先吗？哦，亚索要死了，先让你嘚瑟一会儿吧。完了，我要帮他。等会儿你就哭不出来了。不会的，换了也赚的呀，反正换了也赚的呀。拿人头了。一会儿让你哭出来，川仔交给你了、哦。一会儿让我哭出来。OK， 他赢不了我的。好、哦，哎，他被困在塔下，他死了。换了。啊、哦，那也换了、哦。他四个，我五个。死了。小问题了。嗯，你又小问题起来了，啊？咋了？姐，没事，我给你换人头，我就算死，我给你换。那我也换，姐，我也，你看刚才那一波我换人头的。怎么？你又换起来人头了？忠实度啊，看看这忠实度、啊，这才叫南北。确实忠实呀，你让他狗叫，他也狗叫了呀。确实，这一方面我挺佩服他的。那我帮狗叫的，要你说呀。佩服。我狗叫的，要你说呀。佩服佩服。啊、我是他狗叫的呀。那是我老板、啊。哎，这个人头，哎，你拿不到了，可惜了。佩服佩服啊，让他狗叫，他就狗叫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老板，你们老板群，你们群里面老板真的有这个权力太大了，让陪玩狗叫就狗叫。老板肯定权力大呀，不像你们那个群，哎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姐，我来下了。活动也少，可以拿这个奥巴马双的，奥巴马双的。嗯。福利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姐妹儿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但是刚才我跟你说的话，你理解我，我其实心里也挺安慰的。你知道现在打人头局和女老板都挺现实的嘛？只要输了我就要被嘲讽，输了就被嘲讽。你厉害的时候大家都舔你，不厉害的时候是没人点的剧本是吧？万一他等会儿真准备了个牛逼的，我说实话，我输到底儿就没，今天输到我崩溃的点。你是一直见我其实还挺温柔的，我真的会发脾气的。我现在温柔还是算装出来的。他现在一直说话在刺激我，我说实话有点的。我知道呀，我是肯定知道呀。姐，我打得好，你给我好脸色属于正常的。啊，能理解，能理解，能理解。嗯，正常的。你说话声音太小了话呀！你们群里这男配素质也太低了吧？而且你们那个群押金真的好高，我们那里才500个人头押金。那你不行呀，那有些骨灰盒还分等级呢，你总不能你用便宜的，也要我跟你一起用便宜的吧？你这个很奇怪，我这押金便宜，但是你看我的男陪是不是素质比他高，技术比他好，对吧？这就是我要技术有素质，不是我要技术有技术，要素质有素质啊！你在干嘛呀？七个。随便下路这两个头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啊、哦。这把大挺，这把我的塞拉斯选挺好的。兄弟们，对面有个剑圣，有个那个石头人，这把其实玩的真的还可以。塞拉斯选两个而已，等一下我变身之后就知道了。嗯，这把选的真的可以的。嗯，我不变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感觉可以杀两个。OK， 人好多，我再往中。压力给到你。没事。哎呦，接上。还在念呢，安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四个人来，我中路推塔了，有点没看懂呢，说什么？你小心一点啊！你一个人打这么多个，有点没看懂。操作，看看，一打四还能杀一个，这叫实力。他闪现，他为什么要闪现呀？我真的服了，这么快就推我中塔了。完了，你出不来了，哎、这两个，哎，有两个 好大的。你好像能出来，哦，我死了。兄弟们，我得感谢薄荷姐，我得感谢她。我以前觉得我单价30块钱可以了，但是我觉得咱接单就是偷他大撞他的时候，咱现在的话，咱100块钱一把，100一把。喂，姐，我变了，变了啊！我看看。哎 ，nice， 好像打还想砍死他。去吧去吧，收割。其实我早就可以涨单价了，客服之前就跟我说的，要么接单
他涨单价是要你的接单量以及各种的。我变身了吧？不是你说想涨就涨的，平台有规矩的。其实我可以涨。哎，这边看看小龙那里，这边可以去捡人头，这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把关起来了。怎么全靠捡呀？不要靠捡呀！我捡人头，你有急了呀？啊、哎、，nice， 好的。光知道靠捡呐。哎，卢现在在上面，这边。看到了。耶，这个没穿过去啊，还好。怎么说是呗？我来，我可以帮你拿这个。人头要靠捡。nice， 这个头我可以帮你扛出去呗。啊，可以，还没扛，还没扛，坏了。没事，可以。这人头为什么让他 K 了呀？为什么他 K 我能中我呀？我真是恶心。嗯、那我在扛塔呀，不然的话你都死了。说啥呢？哎呀，我死不了。黑头啊，拿这两个人头拿漂亮，不要这么拱了。就是靠实力拿的头呀，都是靠实力拿的呀。啊、你又靠起来实力了，你有什么实力、啊？好了，你看、啊、你看到谁给主动给我送了呀？对面没人主动给我送呀，都是靠实力打的呀。你又实力起来了啊？啊对呀、啊。这么明显的 K 头啊！你 K 头不也是实力吗 ？K 头。啊，对，好，那行，那咱就 K， 那咱就看谁有实力，好吧？那行呗，啊、来呗。一个的实力起来了，你又实力起来了，咋了？对面有给我送吗？对面也没给我送人头啊。你上路那个能杀吗？能杀呀。有 W， 哦，那个是二段 E 是吧？就是你能晕他的那个。他死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！救我，叉子！哎呦，他这个亚索他能杀吗？你赶紧去中路，我感觉他、啊、来了，这个剑圣在后边，这个剑圣在后边。算了，叉子，算了，叉子，快走。很现实呀，正常的呀，兄弟们，正常的，兄弟们。拿头去了。说实话，冰冰姐群的男陪玩，我其实点的也不多，这边算是我点的最多的一个了。我知道你玩的比较少吗？刚才你说。哎呦，没开到，好急，好急啊！但我一般，哎 ，nice， 好撞。但你只有他一个群啊，我有很多群，我进了很多群。啊？没开到。丝滑。不关键吧？很丝滑，塞拉丝。他那个群质量蛮高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主要我也想多尝试一下，多看一看嘛。然后我就发现，还是我们那个群更好玩一些。呀，哎，可以，这个好啦，哎，反正又死了，又可以拿 ，nice， 超神了，耶，哎，你出这种装备伤害还这么高吗？是因为有三书吗？没有啊，开始读书了，因为我的操作不允许我的伤害低啊。OK， 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操作呀？你又操作起来了？我操作，我技能全中了呀，操作怎么会低呢？你又操作起来了，你有什么操作呀？啊？他风墙，反正我感觉我的技术，哎呀，对啊，就我这技术啊，我这技术还可以吧？点他最多，看来你的冰姐群的男陪真的不怎么样呀？还行吧。好帅呀，这个！不行呀，可惜。但是赚的，但是是赚的，因为这样的话给对面送几个头，他不会点投降的。哇，可以，秀！什么粉丝啊，川仔？秀！哎呀，他有个闪现，被秀了。超八个操作起来了，好好难投啊！你看看你现在能投数？他被秀了。没事，姐，包你能赢的，不用急。还没出来，魔都老板上一把给你输了九个头，这一把我们现在目前领先他八个，还差一个头。你又算起来了，啊，你又算出来了，你又搁这算起来了呀，兄弟。那肯定得算了。不要那么嚣张，好吧？结束了吗？你开始算啊？结束了吗？你搁这算，你又搁这算起来了。肯定得算了。嚣张不了太久的，好吧？没有嚣张的，我哪句话在嚣张呢？我在帮我老板算人头呀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算起来了，什么时候再算呀？现在就嚣张的人看整个世界都是嚣张的。
哎，这边有人头可以拿。看到了。哦，续便在上路是吧？那我走，我死了。哎呀、哦，他打不了，他太废了，打不了这两个人。我们上一局赢啦，这一把也可以赢的。不好说。我看你是吗？我这英雄选出来不一定啊。是的呀。那老说实话 ，EZ 还是太脆了，感觉又容易死。哎，那是好杀，他没大的，但是好像能吸吗？哇，这一口，哇、哦，哎，这个真丝血反杀吧？你刚才就十几滴血，哎，这个有点帅，哎，你这个拉空了 ，W， 可惜，这个人都捡了，没拉空的话，哎呀，可惜秀起来了，可惜了啊，可惜了呀，确实可惜了呀。三仔，你加油哦！我包加油的。三仔仔，我靠，这边还没出， okay, 没出就出个这个，到时候再奖励你个小蛋糕。嗯，好，是吃的那种吗？那肯定啊，给他甜甜小蛋糕。甜甜小蛋糕啊，好，喜欢舔，还想舔，下次还想舔。徐飞这把不推塔，这把好像能杀不少个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呀，我这把肯定不推啊。反正你跟我说不推，我就肯定不会推的呗。反正你是老板，我肯定得听你的话呗。是的呀，是吧？哎、上把说实话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兄弟，上把怪不了你。对呀、啊。现在又学着听话去了啊？那是肯定啊，你老板的话不听，你接啥单呢？是吧？你这还没带了，兄弟。他破盾了。杀了呀。Nice！ 哇，这什么伤害？你真秒了吗？夸张。哎呦！哦，帅帅帅！哎呦！你觉得太巧了，野区好像还有一个牙那个剑圣在那里。宝贝儿，杀他，宝贝儿。OK。哎呦，我喜欢 K 图。哎，这里这里这边。是你的。好，你还操作啊？怎么了？你还操作起来了？怎么了？还 K 起来了？准备嘲讽了？其实还可以的，是吧？画都出来了，没拿到这个头啊！啊，哎，干弟，你看冰冰姐其实还可以吧？旭飞真的还玩的还可以的，还行、啊。果然开局还是要给点压力，说要换。你看，其实上把也不怪他，上把玩的也很好，他上把那个 EZ 操作也很细的。没看出来，还行吧？飞都没看出来，没看出来啊，正常啊，他们确实看不出来。真假多。看不出来这操作还不好啊，他刚才很秀的、啊、他有一波十几滴血反杀，你没看到吗？那一波真的很好。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有啊、哎、可能吧，有眼疾。那一波中路我都想给你录下来的，很帅很帅。反正我不急，没看见可能是因为有眼疾，不好说的。坏了啊，不是你撞他哦 ，nice， 好撞好撞 ，W 吸一口，哎，死不了死不了，给你偷的，可以可以，好、啊，我操，帅帅帅，快点跑啊，你跑自杀了，哎，可惜啊，差一个血，剑圣呗，快去，他小龙完了，剑圣的小龙，剑圣上了，来了跑，哎来了来了来了，等我等我，你能 nice， 潘大 Q 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五杀姐追回来了呀，这一口气。可以可以，额外加五个，哎，可以可以，舒服。这给他接上了，什么东西？还行吗？好帅呀、啊！操作有的呀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回家。高手高手。可以吧？并且还是行的呀。又高手起来了啊！是的呀，我点过别的也还可以，玩的很好的。没出魔抗就不出法穿。这。顶尖了呀，已经。这时候拿的简直是很运气啊！运气选手嘛，运气啊，是运气吗？还好吧，啊、有操作的呀，怎么会是运气呢？没看出来，操作出来的。操作肯定是有的。没看出来，没看出来啊！运气，运气，正常的，你没看出来是正常的。这个可能不懂吧，他不懂。我得小心这个石头人加亚索的。被大到了，又有操作又有谋略、啊，这才叫操作有脑子有手。哎 ，nice， 好杀这个头。潘仔这把也想看你拿五杀哦，加油！啊，爆五杀的啊，这头让他 K，、啊、你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卡屏？哎，就在那 K 头啊，兄弟啊！是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就是 K 的头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喜欢卡屏。哎，卢仙，卢仙，我就站在那儿的，他就 K 的头。
你看他又要来 K 了。那肯定 K 头呀，不 K 头跟你玩什么呢？你跟他是人头啊，你去拿这个头跟他抢，跟他抢，对吧？你不管什么 K 头还是抢的，那我们打的是人头啊，肯定是以人头为重啊。闪现啊，真喜欢 K 这个，这个也算是 K 啊，你都没助攻啊，你连助攻都没有，啊、我好 K 啊，伤害那都是我打的，伤害都是我打的，倒反天罡了你是？你我打的前面伤害都是你打的，怎么可能几秒内没有助攻啊？我打的伤害，你说我 K 头，我靠，你有点倒反天罡了。Candy， 你看看你的男配很搞笑啊！喜欢捡人头。我只看到他拿了，我只看到他有头。哎，这个我可以帮你。没事，换两个。走走走，嗯，两换两个。走，看着。还差不亏的，可以破六，换两个赚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他们一塔还没掉呢，这把可以有机会的。他们不会想点的，亚索快，装备很好。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对面的头哨，让他们拿一点。看换个啥？有他也在追、啊，我在拿。他还是追的很近嘛。在想换中亚还是女妖，挺纠结的。鞋子不要了吗？对，弄他，弄他，弄他！哎呦，他又杀了！拜拜！太棒了，就是这样的嘛！哎、他又杀一个，他那个英雄还是好拿头的。给他拿呗，没事呀。要不女妖吧？老板，你这么着急干啥呀？我们现在领先他十五个头呀，他拿头给他拿呗。哎，你又领先起来了，正常的啊。咱们等会儿。给他压制下去，咱怎么可能不让他拿头呀？在他的口中，他可厉害了，拿头不是正常的吗？那我必须厉害呀！啊，对呀，我厉害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呀。拿你拿头不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对，你又正常了啊！不是你急的时候了，还有二十几个，还有二十六个头的时候了。这一把你们不急吗？我们现在是领先你们的，啊？你先啊！我不急，我真不急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赢我，真毒！哎呦，啊，被控住了！哎，好盯好盯，懂不懂什么叫让子弹飞一会儿？给我死！先让你消个招，小招，我们还没死。哎，这能秒的？这什么伤害啊？我操！我靠！可以可以，别急呀、啊，急什么？游戏还没有结束啊！上一把 我一点也没急呀、啊。还想 K 啊啊！这人头还想 K 啊！可惜。给你个骗子。溜了溜了。哼，我只能说，我操，真看不爽他的嘴脸。怎么了？我拿个蓝。挺可爱的呀，我穿仔多可爱啊！就是就是。三仔，别忘了 K 头，不要光打野去了。回家了，我知道。等你下一波出来吧，感觉那个石头人看到我就要撞我。看出来了，对面女老板肯定是有目的来的，说白了就是想挖人。三仔，他看冰冰姐这个群人挺多的，想来挖人，然后一直说这个群的不是。虽然说咱不是这个群里的人，不在群里面，但是。哎呀，三仔，消塔 ，nice， 很棒。把那个亚索给杀了，蓝凯，好拿头的。你们来晚了，太了哎呦 ，K 他头 ，K 他头，抢他的，抢他的，有听吗？怎么了？急了呀？哎呀，不行呀！他死了，他也死了，哎、他死了，完了。四个人看到了，没事。没事，这不是你的事儿。没关系，他不他也死了，那我们不亏。没事，姐，我已经发育起来了，随便杀了。现在就开始杀人就行了。OK。这几个呀？猛炫，猛炫人头，猛炫人头。薄荷，我最近玩了个特别好玩的群啊！冰冰姐群里面男陪总是玩恶心的，这个群干净多了。你想不想体验一下那个群啊？啊？冰冰有说吗？怎么还骂？还跟冰冰聊天来着。那个老板，他这对面老板一看就目的不纯，想挖你去其他群里面玩，好吗？不来挖人的。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个群有点恶心了而已啊，我不想让薄荷体验感不好啊。哇，恶心啊！我现在感觉还蛮好的，也不好啊。恶心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没跟我说过呀。啊？是的呀，我们都没说啥的呀。
而且我是群里的审核，你当着我的面这么说话不太好吧？啊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？群里的审核啊？挖什么挖？我只是随口的推荐一下，我只是觉得那个群更好玩一下嘛。这很正常吧？我觉得那个群好玩，我推荐一下，这很正常吧？还想 K 啊？啊？这还想 K 啊？说话！哎呀，撞空了！压起飞！说话啊！说话！说话！啊！我又说起来话了，我又说起来话了，啊！我又在这说起来话了呀！我四十个。我好像最近没有去别的群的打算，然后，而且你跟我说的这个什么冰冰姐说，她提过的别的群我也没听她提过。那如果说别的群的话，她肯定会跟我们报备的。应该，我觉得你应该多体验一下，多去看一下其他群。没有，我这个人挺重感情的，我喜欢在哪里玩的开心就会一直在哪里玩，而且他们这个群还挺好的。等下次吧，有机会的吧，好吧。这把还是先让他们拿人头吧，我的男陪快翻倍了呀，马上到60个了呀。对吧？群规则刚开始你来的时候也跟你讲了，我怕你男陪不知道，我还特地跟你男陪。你不去，我去。60个要翻倍的。船仔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看人家的头，听到了，姐，都快死了。哎，他这大头能拿的、啊，不要让他再抢到了。他死了。啊，这个被控到了，我好恶心啊！我操，一下子就死了。看着他点，压死。有大了，他有大了。耶、yeah! ！可以。不、哦，什么伤害了？这伤他 K 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不该死。哎，姐，我的，我不该死的， nice. 这不。三杀。看着能点啊！可以，好杀。没事，姐。三人家都杀了，离谱啊！还差十七个。别急，没事的。回去啊，争取打个翻倍呗，可以吧？这个包要翻倍的，我感觉是有机会翻倍的，他们不会想点的。那亚索发现，你还想打起来翻倍了呀？啊，那肯定要翻倍呀、啊！你还是没睡醒吧，兄弟，要不要回去再睡一会儿？你先把头追一追，小川。你24个、啊。我在追啊。那你赶紧的呗。我追不追需要你来教我呀？啊，我追不需要你来教我呀？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打游戏啊，你来打。啊，哎，你搁这叫起来了。好了，你活了没有啊？活了，好好收人头。活了，姐。没有，没狂风。好好收人头，晚上小蛋糕别想吃了、啊。Nice， 这个也有了。Nice， 好杀。小心石头人大，不知道他有没有。Nice， 去杀最后一个。哎，他要死了，让他先死。哎呀，这石头人为什么撞我呀？ Nice, 可以，就这吗？还剩三个呢。四杀，抢了我一个五杀了、啊。嗯。哎呀，这么会抢吗？哎呦，就我会抢了。你 K 头的时候就不是 K 了啊！你这么会抢吗？让你 K 起来了啊！你 K 头的时候让你又搁这说起来了是吧？你抢头的时候怎么不说呢？啊！是飞哥，人家想看你再拿一个五杀，我感觉好像还有机会。咋说？可以啊，尽力拿呗，肯定想尽力拿五杀的呀，肯定的呀。嗯。没事，他老板都帮他了。互帮你，我们还差13个头就可以翻倍了。赶紧啊，川仔在，你在哪呢？你在地上。哎呀，川仔在，我着急了。哎，姐别急，我可以吗？续呗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我在努力杀。哦，有俩。没事的。可以啊，偷一波石头人大招，好机会。哎、他的奶妈直接被撞死。哎呦，这波可惜只撞到一个，我感觉旁边那个应该包被你撞到的。小心石头人压你起身，石头人伤有点高，他17级。哦，可帅了，哇、哦，可以。这一口亏好多，还想拿呀？可惜了，又亏你一个，本来我们是两个五杀，三个五杀，算上他刚才 UK 的那个，我们只拿了一个，是吧？一个呗，可以，我拿4个，他拿一个。
那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，我们就翻倍了。翻倍也拿不少的，翻倍拉不少的，听到没？他没拿什么头的。我听到了，姐，我听到了，姐，姐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拿一头，我赌他们，没关系。你还差几个？你自己算算啊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事。没枪，好拿的，好拿的。五十一个了啊，再拿六个头，再拿九个头翻倍啊。是的，我们还有一个五杀，还有一个五杀，加不少的嘞，这把有不少的。你可惜了，挑点那个血少的打。这个对面这个打野，就我们这个打野，能拉他五六十个头，只要他有操作的，不是那种假肢的，有实力。在那么多人，他要越塔，他死了死了，他实在死，他死了他死了。等我出来，我可以帮你拿这个。你下次不要扛他。他出来了。行，我来了。我想跟你换人头，姐，你别急，没事了。哎，我他等他们下去吗？我知道，姐，没事。你在打多好。知道，没事，我想帮你换的。你还能送给别人了？中了，nice！我给他送结果，我就帮你拿。抓他！别被我盯到他死，别被我盯到他死。哎呀，我气死了！好烫啊！我看他的血量就要被我盯到他死了。连续三个死杀了。你稳一点啊，川子。可惜。没事，姐，我知道我能死，我能赢回来，没事。又是四杀，我知道你是有，别急，姐没事了。这我有点戏剧性、啊，我想破他盾的。能赢。然后第一套打他就很痛的，上个点火。还差五个头翻倍啊，还差五个。是的呀，还差五个。你别搁这叫了，拿你的头就行了，叫。要一个头那么长。还差五个头翻倍。你们先追上来吧，你们快拉三十个了。你看看你的男陪。都快拉三十个，这是你从别的群请来的高手，一般。还可以，我又一般起来了啊！确实一般吧，我感觉还不如上次我们上次打那个谁，我忘记叫谁了。上次那个还可以，他挺一般的。你醒，你赶紧去，你赶紧的。我知道，我在找他们，我在找人。你再不拿头，你姐等我输多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把要翻倍的。他生气了。这一波就得出石头人大招了，我来了。但是他自己一个人找血少的，对。我知道，姐，没事。我可以，我这边帮你控住了。找菜鸡架，还差几个翻倍？他 K 了一个。看起来你要看的残血的，还差两个翻倍了。我在杀，还差两个。不会要推塔吧？我怕他们推塔。把他人头抢掉。我在抢头，把他人头抢掉。嘴上说的不要抢人头，把他人头抢掉，你恶不恶心？不是你先抢人头的吗？啊，我们没抢啊，都他自己伤害吧。我看他说话打自己的脸，还得是你啊！我前面都是被自己在杀呀，我看了。说话打自己的脸，没事。哎呀，他就是一个嘴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个东西你不要着急，这个他就是一个嘴，就全靠嘴搁这说，我这不知道他搁这说啥啊。领先两个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是吧、啊、领先的不是两个，领先的是三十五个、啊、你想领先多领先多少啊，我看你怎么赢我就行了。赢了呀，姐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、啊、领先三十五个，我再拿两个的话就是七八十个了，不少了啊。是的，姐，没事的啊，没事吗？自己安慰自己。咋了？看你了，是你替看你了替你姐出这个人头是吧？冲啊！还差两个。好卡。Nice！ 这卡平 A 个人头，我真是服了。卡平 A 人头。还差一个啊！这边还差一个翻倍了。这 K 的。我知道呀。那石头人在拆我们家、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还差一个，去找一个。你不要死了，我回家守一下石头人吧。好姐，没事。川仔，你看人家就快六十个了，六十个要翻倍的。我知道，姐，没事了，姐，别急，别生气啊，没事了，能赢。又进身了，他可能要撞你。哎，哈哈，他知道你。哎，好撞，好像打死了。走啊，石头人，有一码。